车子展开准备方法，第一步，按住准备开关，第二步，把车杆一抬，要把车杆锁紧开关，往上压压紧，车把直接往下提，车头的伸缩高度方法，按住二级保护开关，这个小珠子。往里按动，可以伸缩车杆，你要再锁紧。座椅立起来，按动开关，锁紧，然后把座椅放进去。调节到自己适合的高度，锁紧卡扣，这就是打开完成。